你爸，你爸是写那个，就是假如妈妈变成猫，但妈妈不会变成猫，所以其实是妈妈死了，不敢面对，所以就说妈妈变成猫，但我妈没死，我只是我不小心想到这么恐怖的事，然后就写那个叫你爸你爸。你们解酒意啊？假如甜蜜变成了一溜烟，一转身一醉猫，何时好？We'll be right back.